是谁？关于登革热疫情，真的是重创了台南的观光业。原本应该是人潮涌景的，真的是小猫两三只，一如反常的冷冷清清。而总是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品尝小吃的振兴街，现在也几乎都是本地人在逛。假日应该是人潮涌挤的安平老街，不过现在街道上却冷冷清清，完全感觉不出来是中秋连假第一天。街上有许多人气店家，原本应该大排长龙，现在也不用排队了，而且来逛的几乎都是台南人。在腾腾的热气中进行难得一见的道教主游除秽仪式，要消除的就是登革热。以来台南市卫生局第一次来武圣夜市周边的范围喷药，虽然一度短暂下雨，不过幸好并没有影响防疫进度。人生卫视台北台南综合报道。十月九号，伫个永康，十月十号就是换来到安平区，而且赖市长同款是甲大家讲，天狗日的风低，起码也唔知影输赢，咱一定袂用去放松节。